有咱好朋友的伴我声，好像我的小雨啊，那是一种歌的哦。你来先收的，你来台湾，来台湾，来台湾，我会晓唱哦。我先给你当选个。你个健身来，我就对袂身来。对你的我有偌少，我就变偌大个。啊，那今天我绝对唔敢个。好啦，大阿姨就拍落台。哦，好大。越爱你，我就打得越爱大力，因为打自己骂是爱嘛，哈。你那个业界来讲哦，我那老点率非常的高。那我对台中来啊吼，来来跟着那个军人，是那个地区，那十条内底，十条拢会当看到伊。哪有？代表知名度真爱管。哪有？有。我觉得我每一次来到云顶，我每一次都遇到你。那你太少来了。军人弄过去啊。哎呀，阿文你的家。婚礼就加一个牛啊！婚礼，我那有过来旁的，咱这有卖，我这卖猪牛肉，比较冰冻啦，嘿啊，哎，啊这个婚礼包到人家村里一个呢，哇，一大堆呢，哦，那是刚刚好啦，但是呢，啊，我们的观众好朋友也是非常喜欢，哎，我要搞不弄盖这种娇小玲珑、小鸟依人的感觉，你盖一下呗呗，哎，莫盖，他没压力啦，你是盖一下呗呗，我盖一下呗呗一种，哎呀，我老早讲嘛，这形象一样，都怕都怕都怀疑，所以今天呀吼，那早起那个雕哥啦吼，他掉头的啦吼，就对无第二句的，什么都是好了，嘿呀，安尼对不？对对对，安尼对不？欢迎进来上班，跟他叫伊讲啦吼，时间到啊，赶紧进来。好啦，阿你话啥啦？我造谣啦，惊人骂啦，哎，那最早见到我，惊最早见到嘛，对对对对对，那我这叫干嘛哦？你都来点笑的来嘞，看你这个公渣小朋友啊，那我，对啊，你就怕哎，那对啊，没听话人的啦，哎呀，我终于知啊，我本来就是伊拢话到心内，特别无命。哎，我跟你，哎哎，哪有？没有。心目中小甜点我不来的就啊哎呀、欸啊、我们想要被爬多起来每一个都错失机会对哎大爷啊吼然后大爷啊都放最老的下面有鬼啊那你都不会把握时机不啦对不你看刚刚的啦你在单小齐啦是呀没啦这把出小齐有机会你啊因为不是别人的啊他还是他自己的啊小齐不要啊他修这回啊他修这回啊你给他吧老安听师傅哦哎所以这样啊落差大约几岁你比你闺女组你几年是你想不我看起来一个有四十二岁左右啦没吗你不可能叫我谁没你太贵啊四三吗你五十吗好拍摄我把你看到像少年你若说四十我那个小齐二十他二十岁差不多对啊他叫爸爸呢你看他三千二十岁就会说是小齐真的啊但是他现在看到小齐的时候我们最后以后就不会看到他来老实说这样我们也不好的他没啦没啦小齐又少年给他又赚几张不然你又赚一个等小齐坐早点再来一个喂喂祖孙恋哦，修修社会啊，人家喜欢的不一样啊，所以那个没有关系。他不懂用，什么就好了。不懂用，哎，就无啦，就唔免用，哎，就差不多。佮几年后就要用你啊，哦，我这事业财产多好哦，那就爱用，对不？还叫业财产再过来嫁别人多啊，嘛是袂歹哈。哎呀，佮他们老爸妈你讲我啥？你看伊，看伊坐咧遮，坐遮用用，我咧讲话伊来去遐，你看有礼貌无？我已经讲去啊。这跨步我那会生，总是爱换一个新。别个卖，你丢莫甲破出去。你看他的形象嘛拢无伊哦。哎，看老子他的形象。哦，这样拍起来好大，那两颗好大。我有看到锅哎，连砖砖都有看到锅，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打个马赛克吗？哎。我要去哪连打马赛克就好了他拍这么多年了还拍那么丑专业没有女朋友他喜欢的他才为他拍个漂亮啊
啊，咱就凊彩就好啊，啦，莫介计较啦。嘿啦，反正咱就是伊只是需要的尔。嘿，嘿，严点真就无算着，人伊的存款就是咱无要紧啦，咱阿爸给委屈一下吼。要紧，要紧。好，来，我们的家人的歌声继续分享，好，来给小白三分红。节目继续来，安排喽。